也问，要想练好咏春，须从念头下手功。念头不正，则终身不正。我非常高兴地通知大家，跪下，跪下！你们的孩子被绑架了。你们快来救我！虎哥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拿别人的命来赚钱，你有没有点人性啊？做人要堂堂正正。先生，您之前不是这么教我的。起场如战场，包戏马上开始。有的人拿命换钱，有的人拿钱换命。给你儿子命够不够？我来。快带同学们离开这儿！看我一粒孤子，杀回满盘兵马！其实，做人和练功是一样的。念头不正，终身不正。